哎，本土力啦！咦，本土力啦！边个嚟噶呢个？喂，阮师傅，你过嚟做咩啊？过嚟踩场，即系你代替咗时弹哥咁系咪啊？踢走佢啦一脚，原来条友都几流下。唔系，原来条友咧而家就。我唔向三花柳，是但哥，唔系依三花柳，所以走咗俾你踢走。点止花柳啊？实情系咧，是但哥咧就背叛咗我哋噶啦，而家就请埋阿阮师傅过嚟。以后冇是但哥，正扑街嚟嘅是但哥，你知唔知啊？以后有阮师傅啊，是但哥扑街死咗噶啦，以后唔会再出现。只有阮师傅，一系就冇，系咪啊？多多指教，多多指教。大家。即是阮士丹，突然间个打千顶，真名叫阮士丹，同一个人嚟屌。嗱咁咧，呢个礼拜咧，我谂最过眼嘅咧，因为琴日咧有见到阿罗冠聪啊，或者一系列嘅人咧，就睇清正唔抵啊，因为咧青年新政阿游鸡咧。佢俾人追人工咧，唔係由10月12日之後就要計人工，要10月1日開始，所有佢嘅人工都要嘔翻曬出嚟。哇，好正常啊！93万一件，兩件就話186万。咁啊，依壇嘢咧，我就都係認為咧，我11、12日人工咧就。比翻游慧晶合理啲嘅，咁啊，但系阮师傅就你咩角度觉得我11日都唔要扣起埋咧？因为佢唔等钱使咯，我觉得。你有冇听阿台长讲啊？即系佢哋琴日唔知系咪琴日个节目啊？英文踩场系啦，佢话咩黄台养梁天琦之前有啲咩佢哋有啲咩月费计划噶嘛？系系。佢话佢哋都唔资助嗰啲月费计划啦，相信咧都系有另一个 support 俾佢哋嘅。OK。咁所以佢咧就觉得咩梁天琦、黄台养同埋青年新政咧系有一啲 support 嘅，所以咧我就觉得嗰90几万啊、100几万唔系数目。嗱，我12日咧估计人工大约有40000元到啦，嗯，因为90000几一个月啊嘛，近半个月就40000元啦。首先咧，我觉得你哋就唔好再喺度斟酌呢住，呢啲可以稍后讲。咁但系咧，你就系讲咗个重点，就系40000零蚊。咁40000零蚊个意义喺边咧？个意义就系佢而家系要逼你泛民撑佢啊嘛。系啦，for政府嚟讲咧，即系93万同埋呢个89万。真係分別好細，點解要咁煩？依、這個係變咗一個咧，係真係勞工處 case 啊！原本即係如果佢拗啊，而家勞工法例當勞工法例，唔喺政治角度去睇，嗱、一個員工無論佢嗱喺你咩角度都好啦，佢12日先知道佢唔啱啊嘛，佢係支持港獨嘅，佢宣誓玩嘢，12日之前唔知佢會唔會玩嘢啊？咁總之10月1日開工，但係點知係冇公開嘅，喺度等咁樣，又或者佢喺度預備自己 office 啦，係咪？即係10月1日佢搬入去，係啦，一心做議員，跟住就喺度買電腦啊，搞 office 啊，乜，佢就所謂翻工就做呢啲嘢啦。咁12日佢玩嘢，做錯嘢，咁係咪可日先發現過佢做錯嘢咧？我認為。我認為，就算佢係有啲藍絲講啊，藍絲講咋，就話依啲佢背勢啊嘛，咁佢背勢都好，咁12日之前發覺唔到佢背勢啊嘛，係咪？佢喺論壇講嗰啲都最後冇 DQ 佢啊，你又帶翻去嗰度啦。而家我哋講緊政府嘅陰謀論啊嘛。嗱，所以我認為政府根本就係冇道理，但係刻意去搞。搞完個個議員就好自危啊，因為咧依樣嘢係佢哋好驚啊。譬如話舉例，我做咗4年，我做4年議員裏邊，我3年零10个月，我突然間某一次示威裏邊俾人屈咗，話我打人，跟住咧告到我罪成。咁我使唔使嘔翻我3年零10个月嘅錢啊？照邏輯就要嘅。照邏輯要咯喎，我要退40000几。佢驚做咗個先例啊嘛，嗱佢哋啲泛民議員個個就好驚啦，因為我無端端俾政府屈我1个月，嗱呢啲又係捉到佢泛民嗰啲心理咯，佢哋你哋不嬲做開啲嘢，喂大佬你唔好撐一笨咁嗰種咯，你唔好撐一笨，但係唔撐啊，隨時開咗先例佢又驚啦，嗱如果我覺得依壇嘢泛民要做，都唔可真係要好。
好似唐边学讲咧，要一定系佢讲我不畏谁人，要保护香港制度咁可类嘅讲法。唔系咁劳工纠纷咪交翻俾张建劳工处嘅问题，依、這个系咁咪不畏谁人，只为劳工咪得啦。系啊，依、這个劳工权益嚟嘅，就千祈就要喺依件事里边发声里边都要同游鸡切割。我话依个劳工问题啊嘛，市民要你要教育佢哋听得明，佢系好扑街啊！即系话俾市民听，我系咁批评青年新政，做得好不当，好差。你唔可以咧，但系十二号发生嘅嘢就唔可以搞埋我前嗰十一日噶嘛？你唔可以俾佢咧啲雕虫小技下下都将你绑埋一齐噶嘛？喂，就算你系炒啊，都一个月通知啦，屌！喂，而且按劳工条例啊，可能十二日再加一个月补水噶，咪咯，系咪？要补水噶嘛？有劳工法庭啊，去呢啲佢自己搞啦。系啊，要呕晒嗰啲嘅人工咧，咁呢个系政府攞嚟搞嘅，亦都冇法理基础嘅。如果喺个劳工法例嚟讲啊，系啊，咁你系咪立法会、政府始终都当一个？我唔知道可唔可以代入去 contract staff 嗰啲法例啦，应该得嘅，因为佢系合约制四年啊嘛。如果我喺劳工嘅角度，嗱，而家你去选。選贏了你在政府裏面做四年的合作合約的所謂勞工，但是你這個勞工很惡的就是議員，無論怎樣都好，政府代表市民去請這批人去代表市民發聲嘛，政府要出人工嘛，是不是？怎會勞工法例不可以 apply 下去呢？我覺得沒有理由的， contract staff 都會有勞工法例保護的嘛。這些呢就說真的專長你工黨就是啦，咁我話如果嗰啲張超雄可能都未必熟，但張超雄應該出多啲聲啦。如果張超雄唔熟嘅，李卓人出聲。我仁哥嚇。係啊，啊你或者兩個出聲咯，因為可能又話要有個立法會議員級嘅，咁你其他啲唔好隔出嚟啦，羅冠聰嚇、啊，人哋話你海綿體啊。你不要被人屈你海綿體先。他又隔出嚟攬佢啊！屌，翻屋企啦，唔係佢出帖啦，出帖啦。跟住佢鬧咯，唔合理咯。唔係我講緊嘅咧，佢真係想攬佢。唔係，但我覺得唔好。攬住個攬。我覺得其他議員就唔應該走呢趟運。太高調趌出嚟。嗯。你可以真係幾大都要講句，唔係為誰人。呢、這個勞工議題的而且確政府唔公義。但係呢個唔公義咧，好似刻意喎。嗱，我點都講一句，青年新政一定係大把錢，因為蕭若元咧。在今年的四五月呢都說的嘛，不是好像應該是七八月左右， 七月至六月左右，他說手握青年新政與葉普成都手握中共水源的。等等啦，給人看一看，不記得的。不是真正拿到北京支持的人呢，是那個控制水龍喉來源的人，即是葉普成如是，青年新政如是，知道的人呢真是极少数的，他这些钱究竟由何而来，而这些钱将会怎么用，是少数人才知道，大部分人呢都是呢被人利用的。另外我跟大家说，我觉得边个地是很大镬的，梁仲恒和游蕙禎。首先是第一，他被立法会追他的180几万啦，已经是大镬了，但这个不算大镬。他上次那個仲費是500多萬，他們是付了大部分的，現在上訴又要仲費，要以兩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人來說，什麼這700-800萬呢，就是很嚴重的，即如果再打下去可能是1000萬的。那我們再看看他上次選舉是用了多少錢呢，他們其實選舉用很少錢，即如果就算有人津貼他呢，那條水喉都不是很大的，他們兩個相對真的用了很少錢，梁仲恒就用了55萬，游蕙禎用了33萬，那幾乎不用虧的。他們每票有14元嘛，即是他呢就游蕙禎就有20000多票嘛，即是有28萬回來嘛，梁仲恒有30多萬回來嘛，那這50多萬貼回去啦，但結果呢都是傾家蕩產收場，即係如果你
除非有人肯津貼翻俾佢嘅啫。因為咧，如果唔津貼翻俾佢咧，佢就亂噏，即係咁樣。所以你見唔見到佢哋兩個破產咧？其實就真就大白噶啦，即係咁樣係。嗱，啱啱睇嗰套片，影翻可時老蕭講嘅嘢啊，嗯，係嘛？蕭生好嘅。咁但係同時套片咧，亦都有埋佢啱啱就話青年新政咧係冇錢嘅。點撚樣啊？佢話後生仔負債喎，咪要破產啊？破產喎、啊，阿蕭生。你今年好似67歲，好似49年出世，聽聞係嘛？好似啦，你患老人痴呆症啊？你呢頭又爆料，嗰、啊、時話佢哋手握北京水喉。你去撚咗外國玩咁，受啲咩情緒影響啊？玩咗啲咩啊？所以突然間清醒講真話，定係清醒突然間玩得太喪，亂噏嘢啊？係冇人喂佢食藥。而家真話定可能時清醒啊？你講清楚啲咧，阿蕭生。嚇、啊！有陣間話人哋手握中控水喉，手握中控水喉，咁會窮嘅咩？嚇、啊！會破產嘅咩？大家都一場馬騮戲，你知㗎？你唔知咩？你唔撚記得咗自己講乜啊？喂，不過咧，講真喎，我又題外少少啊！真係其實阿爺真係好撚好嘢嘅，即係而家咧將清淨係要點樣用咧？即係等於一罐啦，我大約咁攞個比喻啦，一罐好流蝦。咁好啦，開咗個蓋，咁啊不嚟飲啦，飲撚曬啦，個罐都有用，個罐梗有用，個罐攞嚟栽嘢仲要，冚家產用到盡，而家即係將佢哋係一個一件廢物咧，睇下仲有啊個蓋啊，可唔可以要嚟做咩咧？又做一碟得唔得咧？咁樣，依、這個始終係本土力量嘅主旋律嚟嘅，嗯，我哋點都會認為清正。是一個收共產黨錢做嘢嘅組織，包括本民錢。係啊，你唔好忽略佢，你真係睇少咗佢哋。兩個都係同時間近同時間出現。嗯，啊，一個係一月成立啦，本民錢啊，清正啊，三月先知啦，就唔知一二月就係成立咗未啦。不過咁你咁講，我就諗起啲人啦。咁你阿黃台陽呢啲真係低賤好多，如果喺呢個呢嚿嘢入邊嗱，唔係，但係佢你要喺、啊、你要喺佔領區瞓啊嘛，啊大老人清正仲高床亂枕噶嘛嗰時，係啊，尤慧晶話有928張相，仲未見啊，唔係，就算有又點啫，閒過啊，打下卡冇閒嘅啫嘛，咁啊係，都影過你喺度扎過。喺度駐扎過啊嘛，係、啊，冇人知啊嘛，咁其實你啊嘛。我諗相信其實整個民建聯啲青年部個個都落過去，係嘛？一定落過去嘅，點都要去睇下㗎，係咪？喺嗰度出現真係唔代表乜。嗱，你好明顯，你嗰時分析冇錯，好似嗱，你黃台陽呢啲係打頭陣嘅，啲賤種嚟嘅，即係唔係佢係賤啲嘅個身份啊？要瞓下街啊，同啲人喺度搞下咁樣。喂，另外阿武漢奇呢啲係高少少嘅，喺中途插入有個作用。我都話2015年。628都唔見佢啊，反大媽啊，梁天琦啊，之後71先出現，哦係咯，係咁多噶啦，71先出現嘅啫，係啊，咁啊之前反依、這個啲咩啊，反水貨賊嗰啲暴力行為同梁天琦全部關係㗎，完全冇關㗎。喂大佬，本文前夠搞笑啦，幫清正原來出曬嗰啲選舉啲錢喎，嗱掛名係咁講㗎咋。咁即係一條水喉喎、啊，係啊，嗱我就唔知道，真係條水喉，即係啲唔嗱啊，可能蕭生真係講錯嘅，佢握手握中共水喉嗰個咧，應該係本文錢啊，就唔係清正都唔定嘅，就 whatever 點喺我角度根本混為一體，嗯，即係嗰個選舉 poster， 梁天琦個頭大啲。第二大嘅先至去到梁仲恆，唔係佢有利用價值大啲啫。係，梗係啦。我始終都覺得清正係比佢上線啲嘅。阿蕭生，你哋始終都係一句，點解要話你呢？因為你不經意嚟，你又維護咗青年新政啊嘛。嗯。你做乜撚嘢啊？佢破產，你又憐憫年青人啊？你翻牙痕冇嘢講啊！屌你老母！你見到尤慧晶心光頸靚，你覺得佢會破產？你好慘啊！你咪請佢做濕枝蛙咯！屌你！喂，唔係啊！嗱，呢個我要反對啦！
嗰幾個濕芝麻嗰啲係嗰啲身材掂過佢好多喎。哦，咁啊係，咁啊係。唔係同埋講，又為精條底褲出名啲不過。好心理啦，喂，佢呢啲啊嗱，講真，人亦都有好多人講啦，佢哋喺立法會即係見過佢嘅人啦，依家講緊啦，唔係我哋喺度睇新聞嗰啲啊，即係佢哋有啲喺立法會見過佢哋呢班助理嗰啲，哇，個個都著名牌嘅喎。嚇、啊！個個飲靚酒嘅喎，喺個喂係啊，唔係點會買咁多箱酒啊？屌！大家一齊飲咯！呢個百零萬邊係錢啊？咁樣人哋個個都係咁講嘅喎，依家咁咪俾咯，唔係講真，使夠佢俾咩？阿蕭生，講真嗰句，你依啲嘢又話憐憫後生仔，你啲套路已經俾人讀爆咗啦！俾我哋口扮慈祥老人，屌！屌你啊！上次你詛咒啲網友，已經表示咗你唔撚係慈祥啦，仲要好撚毒嗰只喎。喂，人哋破產關你撚事咩？係咪啊？而且你都話咗佢手握中共水喉噶嘛？你啊，仲有你個契兄弟啊，黃毓民啊，話你冚家產啊，嗰啲片灌水㗎，人哋話你屌你老母俾錢買㗎，你有鳩唔到 view 咩？咁好難講嘅。我依家咪話佢契兄弟講佢咯，唔係好難講嘅。黃毓民都有十幾萬都可能係灌水嘅。我唔知佢兩契兄弟啦。兩契兄弟互相抄對方手法嘅。係咯，你知道我套路，我知道你嘅套路。咁你無撚端端，你就唔做嗰個爛鳩逍遙遊，跟撚住你做最新消息，做嘅節數都差唔多，仲多過逍遙遊。係。係嘛？跟撚住我短短地就仲易食添。講嘢仲撚多，係啊，講嘢仲撚多，跟撚住咧，阿黃毓民抄咗，即刻又發旺啦，係嘛？即係你兩兄弟太似啦，即係難兄難弟係嘛？兩個都係咁碟啊！啊，佢而家又走咗過去美加，你詐騙撲街燒粉啊！以為挑撥離間就得啊？好撚叻啊！李地雄當年啊！熱狗踩上我窩，我隻抽啊！我嚟圍抽我嗰啲一鳩樣咋，乜撚嘢都講。嗱，開埋名，林依麗都係嚟講，屈柒我又話咩林依麗？我問過佢借錢，依啲係鳩噏到無倫。喂，我借撚咗錢，你都可以講啊。話我開個聲問佢借錢，都可以攞嚟講。屌你老母，真係純係你口唔被拗。屌我嗰日話請你食飯咯。我話過你問過我借錢添啊，林依麗。係啊，係咪啊？你啲乞衣嚟㗎。你估佢撚樣有錢啫嘛？但係佢有錢唔係代表佢闊佬啊嘛。喂，大佬，我哋上年啊年宵啊，佢仲要搭閘咁嘅嬲咧，就叫我哋幫佢賣啊。係啊，跟住我件衫爛撚鳩嘅，嗱，你哋去過我。喂，話俾你聽，我個位㗎，唔怕講，一件都未賣過，我哋自己揞翻兩嚿水俾佢當賣咗啊。係啊。是啊，你真的太好了，你都知道袁師傅是吧？有沒有賣過一件呢？一件都沒有，一件都沒有。屌你老尾，我嗱佢區議會選舉去年啊，嗱即係算啦，講咗林依麗算啦，依一字就支持一字。即係我去區議會選舉，完都係幫佢嗌下麥。嗯。咁我見佢鬧黃毓民啊嘛。嗯。點撚知佢會喺選舉度？問鳩黃毓民咁跌，運到變咗笑話啫，直情漂白翻黃毓民，係嘛？我當時以為佢會打黃毓民啊嘛，咁我幫佢嗌麥啦，嗌完麥請我食雲吞麵，點知老闆話請林依麗嘅，即係林依麗請我食飯咧，自己唔撚使俾錢嘅，屌你！林依麗會出一蚊出嚟嘅咩？可他人之慨，好，林依麗會出錢嘅咩？我見到撚到咁都唔撚敢問林依麗攞錢啦、啊！我同佢嗌完麥，請我食雲吞麵，原來啲雲吞麵人哋請佢嘅，佢冇出過一蚊噶。林依麗就係咁嘅人，佢有錢都好，佢也不會出一蚊。次次選舉，你估佢咁撚開心啊？嗯，幫黃毓民做側擊咋，八婆不知所謂。嗱，只此一節，一次唔係一次。是一次亦都係得一節，下一節死都唔會提你林依麗，因為你係一嚿垃圾。你哋嗰啲燒粉，你黃毓民同埋依個蕭若元，你哋點撚樣捅一口徑？又話我新一代黃毓民專攻打同路人，
我屌你啲黐撚線嘅，哇！咁 我做政治評論唔撚使講啊，係嘛？即係唔完全唔鬧得泛民，我鬧泛民永遠我都留一線話，我唔會話佢哋共諜。嗯，多次澄清話佢哋只係某啲決策上蠢，下次唔好。嗯，就算所謂馬列都好，我都希望佢哋有機會。你又講撚到我係黃毓民咁要消滅人咁樣，消滅你消完就會，好撚清楚嘅。你講反佔中，可以越反越發達。你個仔，你個仔喺大陸做生意噶嘛？係咯，講撚過啦。大陸水喉啫，王維基嗰啲咪做唔撚成。嗯嗯嗯，係嘛？人咪俾政府棘咯，你就步步通嘅，係嘛？你依啲好撚清楚啦，因為你暗啲，突然間洗人腦啊嘛。唔係佢插咗好多針喎，你唔好講咁多嘢。拍鹹片又得，翻大陸又得。係啊。跟撚住無撚端端講句又話，哎呀梁天琦咧好撚慘，冇撚憐憫後生仔。講大學，你有憐憫清醒？屌你！人哋破產關你撚事啊？另外人哋唔會破產嘛，按你講啊嘛，人哋手握中共水喉啊嘛。破乜撚嘢鳩產啊！你諗下，黃台陽俾撚完53萬俾人手撚咗，屌你老尾可頭，又請又掟20萬保釋，20萬又20萬，嗯，我大撚把錢，使撚你去同情啊！一個僆仔搞嘅組織嚇，係、啊、只係初一疑似個暴動嘅啫，疑似咋，唔係佢搞嘅實情嚇，佢只係搞咗開頭嘅啫。嗰20-30人，嗯，好啦，咁點解會有咁多錢嘅？我想請問，同埋依班撚樣，始終就係話你去財雄勢大，而家喺度鳩噏，又話咩梁天琦去撚咗加拿大，係嘛？去讀書，嗯，屌你老母咁撚重罪，點撚解可以出撚到境啊？點解 MIP 全國獨立黨冇事，要坐足500日啊？第一、第二被告暴動喎、啊，係嘛？嗰兩個啊，玩下化學品都唔知乜撚嘢化學品，都未知係咪炸彈。洗甲水咋，好似話。佢玩下玩下，可能爆唔撚到噶。都受撚。或者冇意圖諗住去爆啊！佢、嗯、做佢自己科學研究唔頂㗎。係或者咁撲街啦！咁啲中學死緊啦，你去啲中學手下大撚爆呢啲嘢。高唔撚入㗎，可能拖完又拖。11月以為去審，拖到12月，係嘛？屌你人哋嗰啲就白坐，人哋就我懷疑啊！你689諗唔諗到嘢啊？袁國強你啲咁嘅狗閪啊，諗唔諗到嘢啊？砌條罪俾 MIP 啊，咪拖咯，係嘛？你可以調翻轉去睇啊！黃台陽嗰啲咪掟20萬就可以話去英國。但最後不知道好像沒有去的，有出過去的，有去過，是吧？有出過境先，他在那邊還在打卡，在英國。問題是被保釋那一刻都奇怪了，是啊，你為什麼可 MIP 要坐足500？我不想他有沒有錢，是吧？去年6月13到現在，很簡單，一年零五個月，你的保釋金呢跟他 案情嚴不嚴重是有個掛鈎的，嗯，即如果你說他1000萬保釋，你知道這宗什麼案，嗯，但如果去到人事加擔保20萬嘅咧，呢單嘢好撚重，應該禁止出境，唔撚大鑊啊嘛，係嘛？但你老蕭，既然你覺得咁撚大鑊，或者好多香港政府話好撚大鑊㗎，嗯嗯，我掟下水樽拍羊咪9個月咯，嗯嗯，點解出撚到境啊？有特權咯，係嘛？使撚你憐憫咩？係嘛？梁仲恆是吃梁天琦的票的，梁天琦有特權去加拿大讀書，黐撚線的，使你同情？你講乜閪嘢啊？得閒好似發芽喺度鳩噏，係嘛？你喺度使你嗰啲中產 fans 腦，因為你突然間有時講好多啲歷史啦，講下啲世界經濟啊、英國脫歐啊，講下特朗普啦，雖然你係單神。你咒鳩我咩生 cancer 啦？我知道我唔中，因為你係燈神，你係廢柴，屌你老尾惡毒老人。但係你
咁撚樣幫清正又使啊嘛？咁我真係好懷疑啊！我九月尾阿大公報話你係青年新政金主，真係有啲可能噶。嗱，呢個我話大公報講啫。你嗰時你話我都撳住你，佢燒到去佢度。嗯，係啊，你九月嗰啲片啊嘛，嗰時哇大公報咁講，啲網友屌鳩我啊嘛。嗯，因為清正太撚多撲街撐啦。嗰時有幾乾淨，係嘛？太撚多網上聲勢啦。嗯，邊撚個喺網上中咗咁撚大聲勢咧？嗱，一啲傳統嘅舊勢力，咪燒教、黃教、是打教。你依家仲有喎嗰啲？全部有鄰有角嘅喎，依家同佢喺度寫緊嘢嗰啲，好似阿李儀佢哋呢班嘅。下一節咧先至討論呢啲撲街啊！咁所以老蕭你咧，真係冇辦法啦！你逼我相信你係青年新政心金主啊！你嗰撚個自己食言，你戇撚鳩鳩咁，好似唔記得博網友戇居。還你北京水喉，咪即係想轉移視線咯。當日屌你老尾，又或者有人撩到一啲嘢出嚟，你焗住爆一爆先。但人哋唔好諗佢咯。係啊，你咁樣幾壇搞嘢都係佢俾錢嘅，多有多俾，少有少俾，五萬又俾，廿萬又俾咁樣。唔係，所以咧，阿一生講講咧話，本土民主前線個前線係佢嗰個前線，喺度嘻嘻嘿嘿嘅，堅嘅都唔頂啊！做乜撚嘢叫前線咧？炸癲扮傻。點解個學生要叫前線？本土民主又叫前線？嗯、前線嚟做乜鳩？嗯，有啲可疑噶。有啊。由頭到尾同你阿蕭有關，有乜出奇啊？佢等講俾你知咯。欣新講擺明係你條靚啦，仲要叫，仲影住欣新講食臘腸，屌你老尾！你為咗佢健康著想，你唔好叫佢真係咁撚多件濕枝哇！你當佢朋友，你就唔好害佢啦。佢真係會死噶，佢日日飲咁多罐可樂，真係好撚核突噶。又油，係咪？又肉，又煙，又煙。你咁樣害你個老友，你啊真係唔夠老友。但係真係同佢慢性自殺嘅啫。你幫下啲啊！咁我依一節係咁多啦啊。